用前锋不行，没办法，我不用前锋救队友，我专心修电机根本没办法，我的队友全死了，我只有去救人才能赢，头疼。香蕉。直到公演服出新角色了，打完排位再玩，急啥？现在排位期间不可能去玩新角色吧？这三家溜的挺久的。欢迎刚落的这嗝屁。哎呦，掰个球！抽倒，哎，抽，再抽，接着抽。抽，他飞了。飞得过来吗？算账了，算账了。一刀，算账，走。又三家死了，这都知道我在这。咱家卖了，太没治愈了。我日！哎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谢谢阿星的小星星，不错。
装了个听器哦，还装了个啥？封印。挺想撞的，算了，打枪念头吧，真一休。卖儿子，卖儿子，技师都不想救，他就是在椅子上修电机都行，卖儿子，真不想救。又卖又卖，金身啊，还管买金身。教吗？教不教？这个金身，你留着干嘛呢？交就不交，非要留着给空姐，你留着给空姐吃倒霉。来吃一句听气啊，哎呦，他又过来了。只看一下队友，两个人都在开门，稳了。还吃一句啊，偷的谁？哦哟，传送！告辞。看着看魔术师门皇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门皇的下场。他非要加个分身皮一下，
空姐在四合院啊，杰斯应该是在小，在我这边，藏儿子，可以的。你这个藏着，你这是在骗谁呢？香水，还行，被盖一板子。哎，这个闪现啊，闪现空刀了，不要紧，三二一。还揍我！二十几句了吗？这么快啊！我刚才恐惧症手了，怪不得二十几句。搞啥？进阶还没修够，我日！这空姐在干嘛呢？重新修了一台吗？给他充电器啊！告辞。以及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，能救一次。爽！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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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哎，没加速，涨不了点。大哥，我呢？哎呀！其实长得是真的差呀！现在谁都救不了我了。哎，他闪现也用掉了，还行，挺稳。擦屁股吃。
好了好了，可以走。好了。什么图啊？这边，OK，约瑟夫，把自己的影分身抢一下，快抢快抢！他拍照就完了，拍了，好了，他该修了。紫色，哇！空姐被阴了，拖了一刀，进入金箱，然后把他的金箱锤了，很稳。我希望他没找到我的金箱，他要找到我的金箱，那就有点疼。这个，他这个来来去去的是真的烦，他要传送了。躲一下，我现在一刀斩，摸不摸都无所谓的，不需要。又来抢电机，我捡个箱子我走啊！打到了，我去救一下吧。好了，这应该拖延了很多时间了。哎，不让你拍。哎，是不是很气啊？不让他拍。记得救人。刀来一下，喜欢一人啊，这小子，嗨，弹送了。斩不斩？哎，哎，爽哎！
哎，别求了。哎，他拍到了，他终于拍到了，他做到了。修好了，没用啊，还得死。现在三个人全都是一刀斩。切回去了，三二一，他出来了，哎，门开了，走，告辞。家伙好气哦。这里面的电器让给别人吧，我不修。换一台小丑，里面有人修的，那我修里面的吧。怎么在这边啊？哎呦，哎，不着急，怎么就秒倒了？VIP 了，摇下来了，肯定 VIP 没挂成。加强，又挂外头啊。他像亲生的，闪现也没见，肯定亲生了。廖杰这边骗一下，他亲生，买不买的？哎，这个特地打个赞。年轻人，哎，你干嘛？你翻窗户啊？翻翻翻，他翻就稳了，好了。
干嘛呢？把那一刀斩了！哎，骚扰战术，强哎！ 快走！他没听气，小偷有点惨，告辞。 哎，红蝶，舒服，只要他不带金身，就把盲女稳了。他肯定往大王子走，因为他可能认为这边是盲女，那实际上是个前锋，不好意思，来盖了一板子走你。 飞过来，还卡住了，再盖一板子，走你！抽刀，对，这就对了，抽刀。 传送，传送，操蛋！哎哎哎哎！完了！哇，这球爽哎！他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，告辞。 起来了！哎哎！
这个人怎么还鞭尸呢？干他干他干他！完了，二瓜了呀！还被抽死了，告辞，告辞，我一瓜死。怎么还有这么多啊？他可千万不要传送啊。那两个人一人修一台，这边没了呀，去骗一下。800分，多稳的一起。哦哟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来了。等，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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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等一个满球撞死他，OK 3 2 1，哇，用球，他没看见我，他没看见我，还有半颗，够了。哇，他这边一大转还在啊！打他呗。OK， 可以秀一手了，走你！杰克，八成轻生，看他有没有脏话。走强了，儿子锤了，这边真风霜一刀、啊，缺失的话无所谓了。空姐过来，空姐过来不联机 ，nice， 救人去了。然后丢两台，这边可以骚扰了。
神？没有。OK， 跑掉了，还大长呢。你不要挡路呀，儿子！我勒个天！本来可以回头撞他一下，稳了的。挂我这了，谁让你挂的？你敢过来吗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你还真敢挂、啊！赢他一板子，爽！谁开门？谁开门？谁就会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告辞。OK， 赢了。等一下，开始传送。好了。知道，把那个气枪藏一下。他开始要照相了，还藏哪呀？哇，这么快啊！他还不知道我在哪。不着急，等一下啊。OK， 照相了，往这边藏一下。好了。骗一下，把他骗出来。是哪了 ？OK， 他等最后一秒，等呗。你最后一秒前，最后一秒挂，我最后一秒救。看见我了，哎呦，这么叫精神，打到了，我操！黄色啊，黄色就无所谓了。你拍你个锤子！被他拍到了，我靠！
被撞脸了还行。OK， 被人救了，那我再进去。 再绕一圈，他拍照我就撞，拍照了。他这边肯定要拍照的，这么多人你不拍，肯定要拍的。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啊？我的妈，当面修，拍个照你们全都得死，神仙了你们都是，把金身骗出来了，准备救了。 还要进镜像了，还玩牌，较强啊，小伙子！他刚好进镜像，我躲起来了。 带一根针，找个地方原地去世。哎，被救了，可以的，红色。 别打完针，当我面消失了，就尴尬了。 再抽个宝贝。调完师现在不能露面的，调完师现在一刀斩，让他修。 救下来了，然后我去把他金枪救了。他金枪救人没那个，啥颜色？ 两个人救我去救，哦不，两个人救我去救，说错。哎 ，OK， 迹象没了，我给打你脏了。 哟。
住不了了呀，告辞。他在海边照了相啊。 应该门开了吧？我觉得，我出去看一下吧。我开始走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舞蹈老要装队友、哦。